谢谢。哇，好可爱，感觉好像是女生哎。妈妈说一，好帅呀、啊！那是他的袋子吗？对，他的小包包。他这是什么路啊？就这样啊。哦，对，是吧？也可以啊，都可以、啊。他们那个用他们那种什么行车记录器来检查。对，那我的摩托车上是有的。比你近的拿下来一点，然后拍照给他们。拿下来一点，别人路上。对对对，右边长出来，左边冒一点点。没有长出来。哦，反了。上次有一次，上次我包他，上次半年前是我包他，一直一个，对，真的。我听我们有跟他灌输说，他想牙齿全部长完，要来跟姐姐一样做勾起填缝，对不对？是要练习自己躺着哦。大概是要做的，他的上门牙的门牙缝比较挤，所以就会很容易卡卡小东西。你超棒的，好棒哦！跳起是甜甜的吗？哦，好棒哦，甜甜哦，是甜甜的棒棒，对，棒棒糖 ，pink 图案 ，pink 颜色的哦，很像。首先等一下再出来哈，棒哦，啊，好棒哦。地图狗呢？那我们要，咦，好棒哦。嗯，啊，再听听好不好？啊，再当张大一点。好棒，像河马一样。啊，要声音，要声音。啊，好棒哦，完成了。你们跟阿姨，谢谢。我们要站起来喽，哦。下来嘛，我都不忘比较坚固一点，对不对？对，牙结石，所以它那一个好像蛮坚固的，奇怪，我是又弄不起来。对，因为它有时候就是卡了一段时间，它变硬之后，因为像如果说它一开始形成是像那种牙菌般软软的，因为我怕它再弄起来会蛀掉，蛀进去。有蛀掉吗？没有没有。好，那就好。牙齿都好，你下来，你下来，你去找你的飞机，好吧？看你接着牙齿。不懂啊，好好好，阿弟弟弟不要用，妈咪哟，你听到了，很可爱，你们还有人猜，请你去看。你们好厉害，你们看一下哈。
哪天？没有，因为他刚好是九月二号。然后就好像很久了，对不对？哇，对。还没忙我的一下。因为我在那边刷牙的时候看的都。对。要想要弄起来都弄不起来。弄不起来吗？对。因为他哎，小心不能。对对，这个颜色是我提的安宁，它周围的牙龈看起来蛮健康的。嗯嗯。换色有关系，还有这个颜色还有这个。好，先去考一下，等下帮你涂做。哦，好。那你很棒，那妈妈你给你做。等下美还没哦，是像美国掉乳牙的时间固定，对不对？可以。你那个牙结石，把你牙齿磕开吗？还是本来就磕开？他那个牙齿底下那个缝，是因为他那个牙结石把它推开的吗？还是本来就这么开了？底下？嗯，牙缝，它牙缝本来就会慢慢推开，因为我们的像这个是姐姐小 baby 长出来，牙齿就这么大，对，可是它一生长，它的牙层会撑大，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好现象，因为我们等于是帮以后的新牙齿预留位置，所以有牙缝会比较好。OK OK。弟弟很好玩的，弟弟在上面自言自语，然后一直讲话，他怎么这么能量厉害？他习惯在家也是这样。因为他就在这边自言自语，很可爱。对啊，他超级可爱的，他现在家里在自言自语。对，一般我们都放生了。弟弟比较不用人家顾。他这个要比较要。他没有安全感，他没有安全感。然后弟弟可以自己玩。第一个照书养，第二个照书养，第三个不用养。嗨，我陪你，你好棒啊，又好帅呀！你那什么脸啊？好像肉桂啊。你没有跟阿姨说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不知道。那什么？那你叫阿姨说你叫什么？谢谢。你叫什么？他是眷属。哎呦，谢谢，谢谢。那既然妹妹换你，就先去拿礼物了。好，换你。嗨，很酷的手指哦。